把你们的命交给长生天去抉择，谁能打赢他，谁就有资格活下去。下一个是谁？这里了，小静，放开吧，别动，别动，老师，我来，放开他。 给他兵器，布兰，跪好。 将军，我已统过粮草，最多撑不过月余。将军，我部接下来该如何布防？援军几时能到？拓跋将军，恕小将斗胆，云中城无需再守了。不守？我部坚守云中城数月。 大大小小战斗共计30余次，有我同年入营的袍泽，如今仅与我一人苟活于世，连河谷将军也战死沙场。云中城就是死局，再守下去，毫无意义。3日前，我本要回京面圣，在武川城时，有人跟我说。 若你我是云中城中孤守的袍泽，苦苦等待救援，却死等不来，会作何想？我们不去，以后还怎有袍泽敢把背后交给我们？我已将这里全部情况都上告朝廷。 这封信很快就交到父王手中，援军还有粮草，不日就到达。你放心，我在，城在，城亡，我亡。是，将军。